上海钻坊怀旧美食，复古狂潮百年经典不容错过，人在温哥华，吃在上海滩，现代新颖时尚风格又不失上海外滩的风范，精彩豪迈大气都令人垂涎三尺，欲罢不能。上海美食真实海派呈现，原周易上海料理，上海钻坊，订座电话7783898777。一年一度世富金融集团筹兵晚宴及颁奖典礼近日于温哥华列治文市展开。世富金融集团是以华人高资产家族为主要服务对象的金融财税规划集团，它连续三年获得老牌金融机构 Sun Life Financial 全国理财业绩第一的业绩，更是 Sun Life 有史以来唯一一个子公司连续三次打破了150年来的记录，值得称为我们华人的骄傲，为华人做出了榜样。我今天主要是我们的这个筹备晚宴、慈善义卖和颁奖典礼。作为我们世富金融整个加拿大的第一呢，我们也希望为社会带来更多的效益。当晚不仅是颁奖之夜，也是慈善之夜。活动邀请了国家知名油画家万山河先生，带着他的得意画作《月阳》来到温哥华，为慈善出一份力。因为这次这个世富金融集团呢，它主要是搞这个慈善的一个活动，所以说我对这个活动呢非常感兴趣。我觉得关注弱势群体，是这个大家应该做的事儿，我很感兴趣就过来了。本次活动获得各界人士支持，加拿大联邦国会议员苏立道特意过来祝贺，表示华人对加拿大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Where you have an event sponsored by Swift, where you bring people together, we share what it means to be a Canadian, diversity, economic growth, and also having a wonderful time. 现场也有精彩演出和抽奖助兴，为了鼓励大家正装出席，更特别设立最佳服装奖，为当晚添加不少欢乐气氛。凤凰卫视祖克勤、黄山、李玉敏，温哥华报道。请